全体出队！有敌机，隐蔽，隐蔽。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如果李伟军拉出四五个连，从脱衣女的侧后方进攻我们，黏住我们，我们连修筑工事都来不及。那么，只要南路的美军也开始发起进攻，两面遇敌，我们会很难坚持下来。민중파이남은위험하지않구만백창호무슨생각을그렇게골똘히하나중국군의침투부대가어디로가는지걱정됩니다이런결한수법을쓸줄저도몰랐습니다하지만주도관이아직도우리한테있습니다다함께죽는남더라도미군과앞뒤로협공만한다면놈들을섬유하고민통산점령하게쓸수있습니다야이새끼들아지금뭐하는거야종회빨리생각시켜엎드려종회이쪽으로나백정호다只要不是情况特殊，我是真舍不得。我实在是想不到什么办法可以再打一场以少胜多的战斗了。进入防暴洞一边，走。攻下来了！告诉师长，只要有一个侦察兵在战斗，蒲叶岭就一定在我们手里。预备，有，上子弹！队长，他们沿着峭壁往山下走了，已经过去半小时了，我们快追吧。这个地方他们过不去，但是我们能啊。我们可是能连续作战的部队。부산대장님만약놈들이여기서우리적격한다면우리피할길이없습니다놈들이우리보다앞설수는없어불가능하지않습니다도와하라고명령하라여기서정하는건사살행운이나다름없습니다백창호뭐하는거야백창호명령불복종은사형이다